Hello，大家好。在小陈的怂恿下，我买了一个我自己不会买的东西。哎，真的大哎！小陈买的是 S9，对的，他买了之后就怂恿我买。好小啊！哇，好稀有哦。OK，Yes，是白色。耶，哎，为什么会有两个啊？小的和大对，的。小的跟大的。我很心动的一点是。Apple Watch 可以监测我的睡眠，可以在我运动的时候戴。OK，哦耶，好开心哦！哦哇哦，测字，我喜欢戴左手，因为右手要写字。Hello，朋友们，刚刚收到一个快递，是小陈给我买的表带。我现在表带就是原装的，塑胶的这个，它看上去没有那么白耶，甚至有点灰灰的，怎么看上去脏脏的呀？救命！这样，哦，戴上去还是好看的。正常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灰，戴上去就好看了。耶！之前给手表买了个壳，正好搭配这个塑胶的表带还可以，但搭这个布的表带可能就不是很好看，所以把它拆了。我今天要背哪个包呢？现在这个日期是多少？佳佳请的咖啡和甜品。要一个这个先。刚刚我错过了大雨，模糊成了盛夏，飘过的云是你那里去？手的剩下，可是五月七月里也会下雪。我在柏林最有意思的一天是我们去看了那个勃兰登堡门，一出那个门之后，发现就是有释放阿桑奇的组织在那儿搞活动，拉的那个围栏的线外边是一些反对的人，然后不停的有人在里边检票，从这个反抗者们眼前过去，然后这些人看起来也是西方人。Maybe, no, never mind. What? I want to pay you for the cats. I'm not going to take money from you, but I am going to get the cats anyway. But then you're going to be a single guy. 我们今天要进行一个大的工程，就是洗我的书包，就是这么多年来，也没有这么多年，就是。2年来从来没有洗过，2年来从来没有洗过。我们是温水加了点洗衣液，你别把那个水都弄掉了。对，感觉在谋杀，把它浸到水里面。然后它就是无法呼吸，现在。哎呀，这个蓝色会不会褪色啊？哎呀，随便吧。哎呀，蓝色会不会褪色呀？算了，这个就不洗了。我真的是肮脏，这也有点脏。哦，对，你这个就不洗了吧？你去北面拿去吧，你前女友送的北面。哎呦，不错哟。哎呀，这家送我的 Starbucks 包，这个是干净的，就不洗了。来，对呀，这个先拿过去，我刚不小心一起拎过来了。
今天阳光也太好了，最近天气真不错。看，昨天晚上花了一个小时洗的包，已经快晾干了，有点皱皱的。但是我感觉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洗，感觉它已经干净了很多很多，我爱了。但它变得好硬啊，虽然它本来就很硬，它质量真的很好哎。爱了爱了，这个包小陈送我的，谢谢他。还有昨天洗的那些帆布包，我的各种背包。吃了三四块的，它里面有无花果，好棒。忘记你的旅行，城市远的可以，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没关系。一路上我在听云雾中的声音，他说别放弃。忘记你的旅行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，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，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，像眼泪，像秘密。厨小陈已经做好了今天的午饭，看着很香。这是什么啊？鸡腿肉。吃肉试试，来。好嫩啊！嫩不嫩？嫩。还收拾包呢，这是今天的 OOTD， 鞋还没换，然后背上了好久没背的这个包包，真的很久没背，一直把它遗忘。我们准备出门啦，今天是周六，当然要出去走走。今天的天气超好的，耶！蘑菇，救命啊！真的，啊！我真的，啊！这篮球也有点可爱，也太可爱了。还戴个帽子，对吧？我是小棒球。真不错，餐后冰激凌，看这条街好漂亮。我的六十帧的视频，你看起来才是比较舒服的。然后我们就尝试做了五十帧或者六十帧。
想吃这种了。蓝莓、葵花籽全麦。我喜欢。浩一，这是今天的出门穿搭，解锁了包包的一个新的背法，换了一个短的背带，耶！今天是周日。站着吃饭叫他吗？他是现代的吗？啊？小陈做的一锅意面很好吃，虽然在锅里面，但真的很好吃。早上好，今天的 OOTD， 绿色的卫衣加上运动裤 ，Nicole 的运动裤。还有闺蜜送的 Starbucks 的背包，好看。今天工作顺利。
很夸张的一点是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嗯，我好像是在某一次醒过来的时候，等我想睡回去，我在想工作的内容。嗨，你整个被异化，偷偷勒。你买的这是什么贝果啊？纯贝果啊？嗯，一点馅都没有。一下，我先把它撕开来，简单叮一下，好香哦！哇哇哇，烫烫！但是我是不会去拿筷子的，软软的现在。嗯嗯 ，Amazing！几个鸡蛋？两个。小哲，你真是爱上了我们家的酸辣椒。对啊。早上煎个鸡蛋要加一下我爸妈拿过来的酸辣椒。我先尝一下。Amazing。Amazing。准备去上班啦，今天一切顺利。Oh, wait, did you hear that? Listen. Huh? Okay.